台中电视剧《左爱》，右边是妹妹吗？这边像不像小镇？花美男，小草也太帅了吧！猪猪啊，猪猪爱好沙呀！我的天，好帅，好帅呀，猪爱好。修了，王琳娜，我要比过他。哎呀，是没修的道具。哈什么？哈尼吗？正如你们所见，我们就是史上最强的库萨。和万人迷最强的结合体。大家好，我是万人迷灰老板。孙入云，学着点儿，学着点儿，你真的要卖，跟人学一学，懂吗？你还有你，我可以。好了，下面就由我们带来表演，哈尼。哇，他那个范儿，猪猪爱那个范儿。哇，哎，你看崔文美秀，她要咬嘴唇，她在。这是谁？王珂给你教的吗？这鼓。写一首歌给哈尼。Two, three, eight, honey, then I could hear a question. You may think I'm a little crazy to call you babe. Every day in my life, you is so fancy. We can go around the world, we don't need to worry, boy. 说爱我不需要太多承诺，只给哈尼这个真理就会对我说，不要怪我有时候会对你啰嗦。叫我哈尼的人很多，但我却是哈尼。叫我哈尼的人很多，第一首歌给你，爱我甜言蜜语。叫我哈尼的人很多，各个传递加上叫的。哈尼，我来了。写一首歌给哈尼，甜言蜜语，在我心里爱你打卡，写日记，甜蜜的心，烦恼心情。其实性感跟搓澡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在于大搓还是小搓。跟我一起搓手，搓腿。微微站稳了。搓脖子，搓出你性感的哈尼。哦，是这个哈尼。可以管我搓澡，今儿带不带你。哈尼，手哎，绝了！我好，我很喜欢这一组。哇，我觉得猪猪爱好入戏啊！你看他，他那个驼背的感觉和他皮皮的感觉。哇，猪猪爱真的是有帅到我。嗨，小草，我喜欢你。我害羞了。我真的太帅了。